今天帮大家开箱的这台是星辉的齁，宾士 AMG 授权的原厂拖车。它这一台已经改用 2.4G 的齁， 2.4G。它车子跟拖车可以分开操作，它遥控器有两个选项可以分开操作。拖车车子的齁，可以分开操作。它的比例是1:28的齁。这台很好玩，它拖车头也可以分离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拖车头也可以分离，所以如果只要单独玩拖车头，我们就选择到拖车，好，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控制拖车。也有灯光哦，灯光音效都有，我们看一下。它的做工很细致哈，宾士 logo 也都有，不是仿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回来。我们前面放了一台，这台小的哈，这台是伟力的1:28哈，仿 King Barker 那台车子的。来，我们现在如果要把拖车卸下哈，它上面有一个钮。后面的板子会下哦，这是无段的哈。好，接下来再切换，我们切换到车子的，切换到车子，车子就可以下来。好，你看到我们现在可以载两台1:28的。这一台真的耐玩性很高哈，你可以分开拖车单独玩，也可以单独玩那台 SLS。拖板也可以分开，做工很细致，这台很值得购入，各大百货公司有卖。第一批我们分到没几台而已，所以要订的人要快，要不然就要等下一批了。